谁呀？2011年度蒙牛三孙乳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行榜港台地区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得奖的是田馥甄，恭喜 Hebe！ 恭喜 Hebe 田馥甄，港台地区年度最受欢迎女歌手。从新人到最受欢迎女歌手，她只用了1年的时间，恭喜！恭喜！我是 Hebe 田馥甄，很开心可以得到这个奖。首先要谢谢 Music Radio， 然后还要谢谢所有支持我的歌迷朋友们，谢谢你们。还要谢谢我的唱片公司华研音乐，还要谢谢 SHE， 因为有 SHE 才会有 Hebe， 让我在 SHE 里面就是磨练自己，让自己出了2张专辑就可以受到大家的喜欢，希望可以向阿美砍齐。在他手上领到这个奖，我觉得非常的荣幸，我会继续加油的，谢谢。谢谢，再次恭喜 Hebe 田馥甄。谢谢 Hebe， 恭喜 Hebe， 也恭喜刚才我们获得最。